是非常热烈。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是单身的话，就快到长春来找我吧。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热情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优气六九八满车黄金拉回家，优气两种您丰收的选择，提纯富壮全新改版，放心种放心种。感谢鸿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节目的公众号，输入鸿翔种业加上你预测的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赠送鸿翔种业提供的鸿翔精酿套装。真真荔枝无糖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只留清爽不留糖，荔枝还是真真好。学技术选学校就到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技能学历双丰收，高薪就业轻松创业。感谢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感谢中东品味女人的大力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要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了，这位姑娘来自吉林松原，身高173。哇啊！而且我还要说，这位姑娘曾经是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哦，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亲爱的小伙伴，大家晚上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球运营航班，飞机即将起飞，请系好安全带。好。我叫刘思雨，今年25岁，来自吉林松原。我的爱情宣言是：不查手机，不拦应酬。保守女孩也很优秀。谢谢。好。王哥好。你好。燕子姐好。你好，思雨。特别喜欢您。是吗？是吗？我见到你，我瞬间我就有了想坐头等舱的感觉了啊！看一看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体重刚过百，之前在上海，身高1.73米，空姐跟航班。大家好，我是刘思雨，欢迎您乘坐本次通向幸福的航班。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上海东方航空做4年的空乘，从沈阳到北京，路过上海飞南京，哩哩啦啦到广东，每个月都要飞7万公里左右。最近刚回到老家松原，因为那边挣的不多，离家太远，还是早点回来找个对象比较靠谱，要不剩下的岁数都大了。我父母现在在松原这边打工，我现在在接一些影楼客片的拍摄，希望将来有男朋友之后可以一起做餐饮行业，希望男朋友有上进心。我性格比较急，是当空乘时被训练的，干啥都着急，因为着急收餐盘、收杯子、发毯子，所以以前乘客梗心里就翻江倒海的，还不能去吃的乘客，养成习惯之后接受不了男朋友梗。我看台上的李东申用两个字来形容你，就是粘牙。人家江苏姑娘都说你梗，你说你该有多磨叽吧。来，十五号胡老师。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关于空姐的，就是他们都会遇到很多头等舱的客人，就这4年的工作时间里没有遇到过你心动的客人或者他们追你这种经历吗？乘客我心动没有，因为我平时工作的话也没有时间说跟乘客去沟通啊。然后你说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的话，第一是人家大多数都已经有对象了，然后再一个的话，你如果说遇到一个合适的也挺难的，那三观什么相符合，然后你觉得性格也符合，就是挺难的。我感觉吧，像空姐啊或者说这种职业的，他们接触的人群都是比较那种就稍微比较有那么一点点这个高端一点的，他可能说在择偶这个眼光上面可能会看更高一点。那肯定是有很多追求者了，对吧？追求者，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追过我的人，
真的燕子姐，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广撒网，就是可能见我第一面然后加微信了之后就直接跟我表白，都不了解我，都不花时间去了解我，都是那种海王，就是我们翻译一下就是那种渣男，是吧？对，然后对于这种的话都是直接拉黑了。哦，要是我是谈恋爱的话，我是喜欢哪个女生，我第一面我第一眼见到她我就会喜欢她，而不是说我跟她在一起待多长时间了我会喜欢她。追求者多数都是渣男吗？对，多数都是这样。我其实我有一阶段我都自我怀疑了，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我说是不是我给别人的印象就可能我看起来我不像个好人呢？咋都是这样的呢？对，就觉得怎么会都吸引这样的人呢？对，是吗？我自己都真的陷入怀疑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对来说我还算挺符合这个要求，但是我就有点一般都符合。不是，他离你太远了，你那假鸡撵不上。关键行，你太瘦了，他能相中吗？别说话了，别说话了。还是还有你这个高，也来看一下六号张杰。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空姐这个职业，因为之前接触过一个空姐啊，然后就是女的嫉妒她，男的总追她撩着她，就我觉得空姐这个圈子挺乱的，他们那个人际关系交往上。啊，就你认识的那个女孩，她身边的同事嫉妒她长得太漂亮了。对，然后呢？坏她，坏她啊，偷她那个什么证。就是没有那个证就停飞，对对对，好像就那个东西停飞，然后扣分，就干这种事儿。所以然后身边的男的呢？男的撩死他，然后绿没绿我也不知道，所以就不太喜欢空姐。你接下来空姐这样的姑娘你会找吗？哎，我觉得她挺好。我说空姐这个职业，其他一些啊，这职业会让你没有安全感啊。对，不喜欢这个职业。那他挺好，是因为他辞职了，是吗？来，七号张健，弟弟咋看？我是空姐，还有这模特都不能接受啊，因为我前任，我上个对象啊，就是这个模特啊。去年有个咋回事呢？那时候我和我哥在拳馆训练嘛，我俩住宿舍，完了有一次他半夜12点给我扣个电话，说那个你来我家，你帮我看狗。完了说你干啥去啊？啊，我有个角儿，我今晚那个，我是什么角儿？他说夜总会。我说那你去吧，我帮你看狗。说几点回来？他说3点。完了3点到时间他没回来呀。完了早上9点他回来给我开个门。完了我训练迟到了，挨教练一顿骂。那你不能出去吗？从家里出去吗？反锁了给我。哎呀！因为我觉得每个行业可能都会有就是所谓的海王，也会有就是所谓的真的就是特别专一然后特别深情的人。你不能说你就是对这个行业可能他真的发生过那些不太好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件不好的事儿你就把所有的都给否定了。嗯，六号七号这哥俩都是在空姐和模特这个被伤害过啊，但是呢不能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我有过一段感情经历，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是一见钟情，后来就真的只有一见了，他中了别人的情。后来也有人追过我，留了联系方式，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喜欢我，要跟我在一起，我直接把他拉黑了，一点都不靠谱。从此我就不相信一见钟情了，还是日久生情比较靠谱。处对象我喜欢散养政策，第一我不查你的手机，有秘密我查了也没用，两个人信任最重要。第二真有应酬我不拦你。喂，小李呀，啊同学聚会呀，能去不？好嘞，马上到啊。早点回来啊。好嘞。第三我不粘人，你忙了提前告诉我一声就行，比如我想跟你看电影，你真有事儿，那我也可以自己去。散养的前提就是你得是那样的。我希望未来的男朋友年龄25岁到33岁都行，身高1.75米以上，如果个头不够那就人品来凑。哎呦，你看穿着制服对我误解太多了，然后就是换一身生活当中的装扮嘛，比较好一点。你穿着制服六号，马上想起来之前接触的那个姑娘了，对吧？这么一看就忘记了。十四号，东申。我靠，你咋的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看见他就想笑。
既然你每次看着东升你都想笑，那真他挺适合你做男朋友的呀。那你看你这接下来跟他牵手了，这一辈子多快乐啊，一看他你就憋不住笑，一看他就憋不住笑，是吧？那不适合吗？那两个人在一起都没有严肃的时候了，就感觉天天都在开玩笑。你上班你看不着他你就严肃了，只要看着他就嬉皮笑脸了吗？这不挺好的吗？那个我说话行不行？你说吧。行啊，你要说不行我就不说。我看那个短片里怎么说我粘牙还梗呢，那怎么回事啊？从哪儿看出来的呀？其实我想调侃的就是说你说话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除了他慢还有什么你觉得不适合的？其他没有，就是慢。能不能提提速？能啊，咋不能呢？我说话多快呀，哪敢慢呢？哎呀，是掌声鼓励一下，激发出他潜能。对，确实激发出潜能了啊！您哪哪都合适，就刚才接了，再用这速度再唠一遍来。我说的话根本就不慢，你非得说我慢，我哪敢慢呢？真厉害！说快了有点打辫嘴里头，就感觉是鼓足了一口气说出来的啊。十三号海洋。我想问一下美女，刚才你短片里说是对跟男朋友上一个男朋友分手是散养式的，对，你感觉你俩分手你有原因吗？有原因啊，分手我觉得肯定都是两个人都有一点问题才会分手。跟你的散养有关系吗？有关系。我看挺那什么呀，挺大方啊，这同学聚会去啊，然后呢就没啥事儿都不要，反正也不是太粘人的这种状态。对啊。因为我是那种就不太喜欢禁锢对方的人，还有的话就是就是因为我的家庭教育很传统。家庭教育很传统。对，然后可能说他提的一些要求我也没办法去答应他。什么要求没法答应他？就类似于说像那种就是婚前同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都没办法去接受。你们俩处了多长时间啊？一年多。处了一年多。他有跟你提出过想要两个更亲密一点是吧？有提过。你是怎么回答的呀？我就是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说过。你接下来处对象也会还会按照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式相处是吗？对。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对于婚姻和感情是非常谨慎的。现在是场上十三号王海洋、十五号胡老师两个人的灯亮着，都没有问题是吧？没问题。来，我们掌声有请十三号、十五号。全程热烈。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你们对感情观是怎么样看待的，就是你们的感情观是什么？我的感情观跟你一样，就是婚前是不可以发生任何行为的。我前就是结婚之前是不要有任何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保留在结婚以后洞房花烛夜什么的，这个很重要，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要保持这种贞操。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海洋，我对这个爱情观吧，其实说实话没有太大的就是想法。我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特别流行的直男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我做女朋友就是你不要东西我都从来不会给你买，我从来都不会过一个节日，就是我就想找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一起走完后半生的人。好，两个人的观点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啊。我想你对于两个人的性格呀，包括他们的这个爱情观呢，都会有一些了解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来看一下姑娘的选择，好吧？大家一起来，五、四、三、二、一。对不起。为什么呢？海洋的话是因为第一点的话，他说他是个直男。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其实偶尔的浪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是比较注重仪式感的人。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年龄太小了，我短片里面也有说我不着比自己小的。那胡老师呢？
他的话是因为他刚刚说的那段话特别触动我，但是我看了他应该是刚来台上没有多久，然后他录了几期节目，然后我看了他之前的那些节目当中的话，几乎是就是来了一个女嘉宾，他几乎都下来了很多次，两个，今天第三个，他自己都说两个，燕姐可能是三个。哎，那今天第三个这三个姑娘是同样一种类型吗？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主要是就是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我脑子里的东西比较多，就像一个，就每个人都像一本书，有的人是好看啊，封面杂志，有的人是报纸，哦、有的人是就是天天说八卦新闻什么报纸，有的人是对不同的点触动了你的这个好感，不同不里面内容啊、哦，不同的书籍嘛。好吧，好吧，如果说我要是那种就是选择没有那么慎重的话，可能我也会有几段感情经历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已经25岁了，我觉得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所以说我现在的选择可能说会更慎重一点。所以说还是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姑娘可能会在你这个博爱当中会感受到了一种没我那不安全感，这可以也可以理解。那谢谢，谢谢两位小伙子，谢谢谢谢。加油！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西四座的秦晋婚恋为全程热烈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对男女嘉宾及主持人的造型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她说自己有点隔路，只有那种非常霸气的男人才能 hold 得住她。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好，好，我来自吉林长春，今年29岁，我的爱情宣言是强势女孩，性格格路，霸道爷们儿，把我制住。好，你好燕子姐。你好你好，姑娘没介绍自己叫啥名儿？啊，我叫刘洋。啊，叫刘洋啊。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叫刘洋，今年29岁，来自吉林长春，已经工作4年了。工作的第一年我只休了52天，第二年休了52天，第三年休了10天，第四年我把假期变为零，要不是参加全程热恋找对象，我一天都不带休息的。我是做装修设计工作的，一门心思就想挣钱，力争在每个月销售榜上排第一，做销冠拿奖金，这些都是我月月做销冠得的荣誉证书，现在月收入能达到30000多块钱。我的娱乐生活几乎为零，我家没安电视，没安电脑，因为没时间看，手机不安任何娱乐软件，因为没时间玩。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起床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很多人都觉得这么拼至于吗？至于。我打小在农村生活，既然走出来了，我必须在城里落户买房子。你们不会理解，如果在外边没混好，回家村里人都咋贬斥你。你们不会理解，在农村一个普通家庭养3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当老大的就不应该靠家里，没法张嘴要钱，就得靠自己，而且我得给弟弟妹妹打个样。所以25岁那年，钱没有太多，买了一个房子44平，为了让爸妈老了在城里有地方住，我就使劲挣钱。28岁，我又在长春买了第二套房，88平。我要供两套房子的房贷6000多，一辆车的车贷4000多，一共10000多的贷款。爸妈
看我这么拼，挺心疼的。在我买车的时候给我转了50000块钱，但是我没要，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的。老两口52岁了，还在农村养了30多头牛，天天起早贪黑的。家里人都挺要强的，妹妹在上大学，弟弟马上去当兵，所以我找对象不想找那种安于现状的、唯唯诺诺的，比如主播向家里要钱的，这样的坚决不行。四号文官。你好米，那个这如果咱俩是在一起了，这钱不是赚合一了吗？你说你咔咔天天出去不休息量尺，然后那个做图，这回有了我你就出去量尺就行了，我在家咔咔就给你画图。我不用你咋的？我是撵不上潮流啊，是不懂设计啊，我是不懂时尚啊。你太瘦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给我养胖不就完了吗？自己挣点底气没有呢？那你还戴眼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的你还不爷们儿？我不爷们啊？贼爷们儿？贼爷们儿？这姑娘说话挺敢进的啊，后边直接把东升干服了。你说话声音还有我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说，当然娘了，我也认为你娘。你要气死我了。还有更厉害的姑娘，东升和王浩宇都相中了，那最后会选谁呢？大家伙别着急啊，咱一会儿接着看这期姑娘到底有多受欢迎。爱吃的姑娘追，我挺豪爽，我挺喜欢这种豪爽的感觉。骑着咔嚓的姑娘追，现在就我俩约你，你选一个吧。掌声有请八号十号，有请两位。温柔的姑娘也追，太温柔了啊，比较喜欢。爱攒钱的姑娘还追，突然想起一首诗来，最美桥下春波绿，竟是仙影如梦来。更多精彩就在本周红烧冬夜全程热恋。谁爷们？六号爷们。那你是直接拒绝了，原因是因为文欢咋不适合了？因为我看女嘉宾一上来她就喜欢，就是我看她短片几乎都是这样的，见一个爱一个。哎呀，有吗文欢？见一个爱一个，我站在这儿了，你说那不是拒绝你了吗？被拒绝了吗？ 不拒绝的情况下就走了，那不得沟通，不得了解吗？那你也不是说第一次到这嘎看对象，你也不是第一次处对象，对吧？就得认识先了解吗？从这下去也不是就是结婚吧，对吧？先沟通，先了解，看了反正不合适这方面的原因吗？啊，反正不合适。不合适啊？嗯，那好吧啊，你看看这要是觉得不合适，那就哪都不合适了啊。十四号东升。那个美女，你看我有没有那个爷们劲儿？刚才底下有个观众说我娘。哪个观众说你娘？我不知道，我没上台之前有个观众说我娘。啊。我也不知道这词儿是从哪嘎都出来的。啊。我怎么的不爷们儿？我哪嘎娘呢？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说话声音还有我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说，当然娘了，我也认为你娘。啊不是观众说的，是这姑娘都认可了。我娘，行，你要气死我了。你能告诉他，除了刚才你说这个毛病，还哪儿能改改，能爷们儿一点？别的没有了，就觉得说话，然后再就是别的没有了。这说话慢也不等于娘啊。嗯，但是我性子急，我听他说话太慢了，我受不了。嗯，啊，明明2分钟能说完，他得说10分钟。其实我就是理解的什么叫爷们儿，什么叫霸气呢？就像是有的女嘉宾上来灭我灯，我从来不会生气，我就非常绅士，啊，就是很爷们儿吗？多有礼貌啊！你有问题吗？六号一个概念。什么叫爷们儿？就是我说话前有插话那种人是最不爷们儿的。你和六号是一个概念，赢不起来，想快也快不到。都灭灯了，还能说话了吗？咋的？贴封条了不能说话呀？啊？我问问姑娘啊，刚才那个东升说的这个爷们儿啊，霸气，你认不认同啊？认同啊。那他也霸不霸气啊？霸气，这回霸气了。那刚才不是说娘来着吗？以前没接触，就刚才一接触觉得他挺霸气的，以前就感觉他说话就是慢嘛，然后没有别的。现在呢？现在我觉得挺爷们的。
哎呀妈，这姑娘不29岁了吗？啊，这怎么跟21、22的小姑娘似的呢？两句话就过来了。啊，你霸气了，现在，可以了，可以来一波掌声了。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回来之后接着聊。我喜欢地地道道的东北爷们儿，一定要霸气爷们儿。霸气爷们儿第一点，一定要有大男子主义，平时说话唠嗑啥的能喷得我几句的，就比如吃饭我贼犹豫的时候，你能立刻做出决定。吃扇贝还是吃烧烤？别磨叽了，就吃扇贝。那我得老喜欢了。我不喜欢暖男，觉得暖男特别假，只会动嘴，不会付出实际行动。霸气爷们儿第二点，一定要主动追女孩，主动和女孩说话。我这个人特别被动，基本上不会主动跟男孩说话，因为我怕过于主动，怕男孩会烦。还有就是过于主动，这样男孩会不会就不在乎自己了？霸气爷们儿第三点，高高壮壮的，我喜欢胖一点的，身高最好在1.8米以上的，这样特别有安全感。在生活中，可能也是单身太久了，我这个人有点隔路，衣服必须手洗，因为我觉得洗衣机洗不干净。就我家的床单，只要坐一下子，我就得用消毒水去洗。我家的消毒水都成桶成桶的去买。所以我喜欢干净利索的男嘉宾。如果台上的小伙儿，你们不爱收拾卫生，袜子满地撇，你们就灭灯吧。12号家俊，今天这衣服不错啊，这衣服领子。那我现在这不就能是圆领，因为你长期揪已经变成了鸡心领，还是你换了一个鸡心领？哎呦，这实际上是个圆领的，我薅的。哎呦，好吧。那个美女啊，我看那个你短片里说你很强势啊，那为啥你不？那你为啥还要找个强势？为啥不找像我这样暖男呢？我喜欢强势的，其实我在工作中强势，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小女人，不强势。那你为啥不找个暖男呢？暖男我觉得太假了，不喜欢暖男。暖男咋就假了呢？嘘寒问暖呢，不喜欢。就是你可能对暖男有误解，你说暖男只会动嘴，动嘴那是渣男，暖男是会用实际行动去告诉你，那是真正的暖男。家俊，你说说你对于前女友好的，就是非常好的那种故事，然后跟我们讲，让姑娘感受一下啊，这样的是暖男呢。就是我跟我前女友，我俩在一起了5年啊，就是我每天基本就是不用她做饭，不用她收拾，就是厨房，俺俩在一起5年，一次没去过，就不让她下厨房。完之后每天早上呢，就是可能在一起时间长之后，就是每天早上有时候。可能隔个3天2天，早上去给他买早餐的时候，我顺便回来带朵花，或者带个小礼物啥的，这是暖男。咋样？不喜欢，那花也不实用了。那有时候就是偶尔会买个花，偶尔。我还是喜欢霸道爷们儿的。你喜欢能哼得住你的，是不是？对。他就喜欢那个能哼得住他的，不喜欢暖一点的，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明白。来13号海洋，他老说那是黑乎的，这玩意你工作那么强势，完了成天回家再黑乎你，完了之后你再强势一点，那俩人不成天回家干仗吗？他强势我就弱了。这姑娘确实是啊，你看短片里面这个什么是属于那个就叱咤风云的是吧？你看这现场。他强势我就弱啦，都行啊，你看这完全是两种感觉，大女人和小女生啊。姑娘，现在16盏灯都灭了，咱也不怕真实的剖析一下自己，你自己来认定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姑娘？我是。适当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是休闲也好，是谈恋爱也好，正是一个人生最美的年纪，别白白的每一天都在工作当中，都在你的工地上。我担心就是错过了人生最美的这个时候，也错过了谈恋爱最好的一个花季了。让自己在这种强压之下也能适当的去放松，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谢谢王哥。来掌声送别姑娘，加油。当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有多少优气698满车黄金拉回家，优气两种您丰收的选择，提纯富壮全新改版，放心种放心种。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
学技术选学校就到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技能学历双丰收，高薪就业，轻松创业。感谢吉林省万通技工学校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出场的第三位姑娘来自吉林敦化，她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腰刀的男生。掌声有请姑娘出场。我叫尹一红，今年22岁，来自吉林敦化。我的爱情宣言是：既能貌美如花，也能赚钱养家。妖道的男孩，我可不嫁。来，缘分天使，我号恒刚。太感谢了。我现在心跳得很快。有多快？就是要跳出来了。哎，你为什么把缘分天使给他？我个人觉得他比较成熟稳重，然后挺有责任心的，我挺喜欢这一点。怎么看出他有责任心呢？因为上几期看过他，因为开宠物店的嘛，然后就是这个小猫小狗什么的，照顾的都是流浪猫流浪狗。好，那接下来我们多交流好吧。好的，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大家好，我叫尹一红，我今年22岁，大家可以叫我红红，我来自美丽的敦化市。我们敦化的女孩颜值高，气质好，就是爱臭美，爱打扮。我工资大半部分都买化妆品、买衣服、染头发了。曾经最狠的就是一个月染了3次头，我要是长时间不染头就浑身不得劲儿，抓心挠肝的，染完就觉得是神清气爽。知道这个习惯不好，我已经改了很多，现在也就2-3个月染一次吧。我的衣服有很多，上面也是，这里也是。我未来的男朋友呢，不能太爱打扮，不能左一套衣服右一套衣服的，太妖刀了我受不了，你就是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就行。头发的颜色左一个右一个的，他不妖刀吗？我爱美爱花钱，但从不耽误攒钱。我们敦化的女孩都爱去美容院，于是就做了美容师，一做就做了6年，现在每月收入10000多，每个月至少能攒4-5千左右，现在也就攒了20多万吧。未来想开个美容院，再攒多点就能买台车了。我这个人吧，跟我说话直着说不行，狠点搂着说也不行，跟我说话必须得婉转，不婉转就容易掉脸子。你要是直不愣腾，我就磨磨唧唧，你要是好好跟我说，我就麻溜利索的。我呢，父母生活在农村老家，我还有个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我会把平时攒下来的钱给他们花，我既能时尚爱美，还可以换身衣服回家喂牛种地。我家有30多头牛，20多地，夏天的时候我爸妈就种应季的菜，秋天的时候做苞米批发赚钱，等到冬天我们全家一起包粘豆包，包好的粘豆包不仅自己吃，还拿到市场上卖，也能赚不少钱。我们全家都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人，我要找的对象也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给我留灯吧。呀，6-7号呀，哥哥弟弟一起举手啊，来吧你俩啊。我那啥，我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样算妖的吗？就这衣服，我夏天就是短袖、短裤、小白鞋，还行，挺简单的，不算妖的哈。这样不妖的。我弟弟穿的，弟弟跟哥穿的一样，一样，同款。我俩就是运动风、休闲风。啊，对，像我平常他说的感觉，就是我的衣服，夏季的短袖只有4-5件吧。4-5件，我俩就换着穿。对，嗯，但我特别喜欢，我对象特别爱臭美，就喜欢这一点。嗯，哥哥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挺好啊。弟弟对姑娘的感觉怎么样？挺好。哎呀，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当一个女孩出现，哥哥也喜欢，弟弟也喜欢，怎么办？那就抢。能抢能抢吗？抢呗。
这不光兄弟俩相中了，连东升都激动了啊！我得把手拿出来呀，再揣兜里头咋牵手啊？啊哈！你说这架势要是不牵手可咋整呢？大家伙都给东升鼓鼓劲儿啊！咱一会儿接着看。谁先抱走我就谁了。哎呀，你们俩喜欢的姑娘是一种类型吗？性格呢可能有些不一样吧，喜欢的上方面、性格方面。哦，你看真有可能啊，接下来真有可能这种情况出现啊。来，五号横纲。哎呀，他俩这在台下，我还问他俩这个问题，我说你俩同时相中一个女嘉宾咋整啊？他俩还互相让呢，这家到台上抢上了。那是没有姑娘出现，有姑娘出现就不一样了。洪刚，我觉得你这个压力挺大呀。那我表达一下我自己吧。就是他说他总染头发，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隔壁是理发店，我也跟他也没事去溜达，也我可以帮你养养头发呀，帮你洗头发呀，你要是爱美的话我可以帮帮忙。然后他比较能干，家庭环境也比较好。对，特别踏实。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家庭氛围特别好的，因为我的家庭氛围也特别好，就爸爸妈妈也很爱我，然后以后也不会有婆媳战争，因为我妈特别肯定特别宠你。反正我是非常喜欢。有一种过度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远距离捉摸不定，但世界也能摆平。对你的这种喜欢表达出来了，但是你看在情绪上就是淡淡的，是不是挺平淡的，没有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激动，没有那种激动和心动的让你感觉很激动的那种感觉，是吗？对。但是这是你喜欢的那种成熟男人的状态吗？我没有，你看我的眼睛含情脉脉，还是挺稳的感觉，这个也挺稳，挺稳啊。来，四号文欢，紧张的嘚瑟的，这我这嘎子都像在地颤上了。我这边也是，真的。哎呀，你看。你描述的和我们看到的横纲的状态一点也不一样，你感受到的横纲状态是啥样的？就是很平稳，好像没嘚瑟吧。对，我的手都要抖了。是吗？抖了。哎呀，你看看啊，很紧张，很心动了，那就听心脏心扑通扑通。多亏四号文环帮着给你介绍介绍，要是我们都觉得横纲在那儿特别稳啊。对，没事，我们还有一个短片可以交流，好吧？来看姑娘第二个短片。我父母在老家有房子，我没有房子，但我住在姐姐家。你有房子最好了，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攒钱一起赚，有没有车都无所谓。我对地域要求的话就是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最好是在敦化、延吉和长春。别看我总是打扮自己，我对另一半的长相还真没有太高的要求，五官端正就行。像大家说焦红天最帅，我就不觉得他哪儿帅，所以我喜欢的男生你们之间不用比谁更帅，情人眼里出西施，丑的也是我的菜。我找对象很简单，像这种高大魁梧的太胖了跟我不搭嘎不行，然后像这种太瘦了，瘦得跟电线杆子似的，他能干啥活这个也不行，然后像这种大嘴猴天天胡咧咧的那种油嘴滑舌的根本就不行，像这种比较不个子不用太高，然后有责任心有爱心就比较适合我。我老姑娘对我们可好了，好平时好吃的往家买，我那衣服都老公爷从我家给我那个买的，都对，最好找一个呢对我老公娘好一点的，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公娘，就是最好在敦化跟前的。我姑娘是有正事的人，十六七岁就打工去了，能吃苦，特别优秀，挣钱都放我这儿。我希望她能找一个像她爸一样的小伙，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的，能跟他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就行。第二个短评过后，六号哥哥灭灯了是吧？为什么灭灯了？因为他说他不喜欢高的。我没说我不喜欢高的，我说不用太高。你看，我感觉我挺高。你多高啊？我1.85米。那你弟弟多高啊？1.85米算高吗？哥哥，我跟你讲，现在你跟弟弟都喜欢这个姑娘。你一听个高的事儿，你灭了。你看你弟弟特别聪明的问：“1.85米算高吗？”人家问问。啊，美女，1.85米算高吗？
不算。这玩意儿能给我亮起来不？这个能给我亮起来吗？灭了，你俩没缘分了。这样，让他俩抢吧，我不跟着掺和了。你太冲动，你看你弟弟多聪明啊！一号盛奇，我刚才看短片，就是美女家这是养牛的是吧？对。因为我家是做水产生意的，完了之后也种地，就苞米地呀、水田地呀，完了还养了200多只鹅呀、鸭子呀、鸡呀，就我平时回家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也能帮家里干点啥。你是相中姑娘啦？啊，我相中了。相中她啥了？挺能干的。啊。就是咋说，没有那么太肤浅，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差不多有点实实在在的。嗯。我感觉我就是那样的。好啊。十四号东升。我看那个美女短片里说那个那些条件，那不就是我吗？不喜欢高的，我这也不算太高，不喜欢矮的吧，你看看。你是以伤害你的左邻右舍为、也不算太矮、不喜欢胖的吧，哎还不胖，不喜欢瘦的吧，还不瘦，身形多好，说的就是我，是不是？对，没毛病。牵手，你这往自个身上贴，是不是我？不是你。好、那不达到你说的标准了吗？怎么还不是呢？你这么直接问姑娘，你相中那小伙是不是我？你说那姑娘能说吗？你得反过来说，我对你这个很满意，我这些都符合你，你对我感觉怎么样？你看你直接问是不是我？重说一遍啊！哎呦，我你说的那些条件我都符合你，你感觉我怎么样啊？还行。啊，行，给你亮灯啊。好。哎，你看，这你不难为住了吧？你喜欢他啥呀？我看出来了，你有点认真了。喜欢他啥呀？我看他那个挺能干的，自己开个是美容院呐、然后那个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我看他搁那炕上拿小抹布，还搁那擦炕呢、挺贤惠的，不是那种就是花里胡哨的，挺好个小姑娘。你看，挺好。看对了啊，看对了，看对了是吧？你看啊，就都会你在短片当中通过细节就看性格啊。五号恒刚，我是想说呢，他喜欢有责任心的、有爱心的。我敢说在全场吧，我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就是因为之前有我那有说反了啊，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二。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说错了啊。跟文化反差有点激动啊。那个因为之前我就是我身上发生过好多，就是我救助流浪猫流浪狗的事儿，就是也花了不少钱，因为这个是光付出没有回报的东西，就是只有献爱心。那个恒刚现在是在长春开了一家宠物医院，宠物店啊。然后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可能把我的宠物店改成宠物医院。需要帮手吗？当然需要了，需要个老板娘。你就是在店里待着就行，就是你做一个招财猫。招财。对，然后我干活，或者是再招个人，我再出去干点别的挣钱，然后钱都给你，你管着。我不太会管钱。我会管。行，交给你了。哎呀呀呀呀呀呀！那这一通交流，我觉得还很流畅啊！看一下场上，哎呦，我跟你讲啊，你看，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然后呢又能干，回家还能跟着干农活的，你说这样的姑娘都招人稀罕，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盏灯亮着啊！那么接下来，灭掉三盏，留下两盏，回到现场。鼓掌啊！
掌声有请五号李洪刚，十四号李东升，有请两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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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做什么事儿你最接受不了？那个出轨。除了这个太严重了，这个就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啊。欺负我，那个天天打我骂我。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吗？状态？所以就接受不了。还不行啊，这个回答行吗？行，可以啊。我最接受不了的是有男闺蜜，就是特别亲密那种，就是普通朋友可以，但是特别特别亲密的不可以。我没有。你跟一个男生处对象，你会欺负他打他吗？我会，我能打死他。欺负我，天天打我骂我。都是傻了，都是。我扛住。我不扛住，我找个脾气好的。我看你那短片里脾气挺好的，我才下来的。你怎么说变就变呢？就是平时打打闹闹不正常吗？那打你咋了？打打闹闹的，就是也有分寸呗，那也行。反正就是打。就打呢，就是别打太疼也行，反正。喜欢了也可以妥协啊。那好吧，两位小伙子都挺优秀的啊。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姑娘如何做选择了。大家五秒钟倒数计时，姑娘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好吧？哎呀，这咋的了？这是手拿出来呀？啊，我得把手拿出来呀，再揣兜里头咋牵手啊？哎呀，你的戏太多了，我现在觉得这有点像假肢。但是也可以理解，东升站了那有半年了，他现在多么期待这一瞬间呢啊！有一个人能温暖，从手臂温暖到内心，好吧？来来，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后边俩上场的姑娘自称相亲被骗十多万，现场回应全程热恋到底收不收钱？我们全程热恋，你看我们这个收费的情况，你了解吗？就是实物仅供参考。姑娘身份遭质疑，背后原因令人心疼，大家伙呢别着急，咱一会儿接着看啊。这期姑娘到底有多受欢迎？爱吃的姑娘追，我挺豪爽，我挺喜欢这种豪爽的感觉。骑着咔嚓的姑娘追，现在就我俩约你，你选一个吧。掌声有请八号十号，有请两位。温柔的姑娘也追，太温柔了啊，比较喜欢。爱攒钱的姑娘还追，突然想起一首诗来，最美桥下春波绿，竟是仙影如梦来。更多精彩就在本周红烧冬夜全程热恋。3、2、1，五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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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祝你们幸福。真真荔枝无糖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只留清爽不留糖，荔枝还是真真好。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那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姑娘，这位姑娘呢来自辽宁沈阳。据说这位姑娘为了找对象下了很多功夫，在各大交友网站上花了十多万块钱。
哦，哎呀！掌声有请姑娘出场。这个姐姐走路就有一种要上天的感觉，不中西风。大家好，我叫静雪彤，32岁，来自沈阳市。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大龄剩女，总被坑，一身缺点等你宠。谢谢。好。你好，雪彤。你好。大个漂亮白。就这个还需要在各大网站上花10多万相亲吗？短片有介绍，有介绍啊，确实花10多万，是吗？确实，确实。这些嘉宾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然后还去报相亲网站，还花了10多万。这交流脑子什么感觉都是正常的。这，那这回我们全程练，你看我们这个收费的情况，你了解吗？0元。你咋知道是0元呢？你之前相信吗？当时是不信的，对。但是后来的时候呢，然后小杜老师就说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导演跟你说你就相信了。他说重要的事情说3次，是吗？对。你到现在收费了吗？没有，还包我食宿，吃的和住的，对，全都免费，是吧？对对对。你看看啊，这就是免费服务，是吧？来，缘分天使8号浩宇，一位了。献歌一首吧，不唱了，不唱了。不用唱。遇到喜欢的就不唱了。我开始写了，有从女孩的眼神中看出来，这个女孩很喜欢那个八号的什么号。就是短短上场这么短的时间，就是觉得遇到喜欢的了。啊？有演员。有演员啊。哎，你碰着没有演员的，一首接一首；碰到有演员的，连话都没有了，然后连歌也没有了，是吗？哎，还真怪，真就这样，真就这样啊，好奇怪啊！你第一演员很好，那就说明有可以继续了解的这个欲望和想法，一定要多看短片，然后呢，都有交流的机会，好不好？好，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叫静雪彤，是一个拥有满足血统的沈阳姑娘。我现在在一家路灯厂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包货物，偶尔还清理一下厂区里的废弃物料，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平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玩一会儿，而且我觉得我玩的还行，每个赛季必须都是王者。我朋友说我对游戏比找对象都上心。我今年32岁了，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父母也在催我。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还没结婚，多少都有点大病。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挑，总爱挑一些小毛病。不回信息我会生气，我身体不舒服你不照顾我，我就会生气。这些小细节的东西我都特别挑。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点洁癖，我会要求男朋友睡前必须洗澡，穿外衣不能上床，进屋必须先洗手，这是铁的要求。如果呢你做不到，我可能会生气哦。我呢最理想的就是找到一个沈阳的男朋友，收入跟我差不多，只要对方工作不违法，然后不是主播这个行业就可以。我不太喜欢主播的行业，是因为我觉得主播这个职业的人都有一点势利眼，我呢不太喜欢势利眼的男生。可能就是自己找对象太事儿了，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爸妈还催得紧。最后呢，我就选择去相亲网站上找对象，就想在网站上碰碰运气。所以呢，我就拿着我的10多万块钱去所有的相亲平台网站上注册了最高级的会员。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件事我觉得确实挺坑，但是也证明了我确实着急找对象。所以在我细细研究过咱们节目以后，我觉得这个舞台很真实。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女孩，所以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也可以非常的真诚，希望他能先接受我的缺点再跟我谈恋爱，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就请面灯吧。好，来10号张老板。哎，你好老妹儿。
你这个经历我也有啊，就是这个相亲那个包括报名的，我是花了20000多，大概是3个网站，那我就不提是什么网站了啊，包括我们当地我也花了好多万，大概是他是弄一次完是花一次钱，然后是见一次花多少钱，一次200，他说的对啊，一次花200，对，大概是75个，你见了75个人啊，对，然后我还以为这75个咋的也总得有个真人吧，对呀，结果后来我发现这75个全都是一个，就那个全都是骗子，都是假人啊，我说这什么概率啊，我说这就算踩地雷也没有这样的吧，我当时我就感觉好夸张啊，交了20000多块钱啊，那我估计他可能比我还惨，你是一样的吗？我比他惨一点，我那个不是说借一个交一次的钱，而是一次性交到最高级的会员，那你的确实，然后呢太惨，然后给我他说会给我推荐最厉害的，就最好最优质的男士，结果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一定会给你推荐呢，你有没有见过？见过呀，就是实物仅供参考他跟我说的这个人年薪是多少多少钱，然后长成什么什么样，见到了之后呢就是完全不一样，每一个都这样，也有符合的也有，但是奇葩的人还是真的挺多的，对对对对，那后来怎么决定要上这儿来相亲了？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都能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直播，对，然后当时因为赵宏天他的热度比较高啊，对，然后就通过他认识到这个节目，还有东升对呀，通过这两个我们台上的战神哈认识了节目好呀，八号浩宇很少举手的啊，来吧，好，那么首先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我们两个有两个共同点啊，第一个我俩都不像年纪，我说我三十你们信吗？不信这我不信的啊，都是比较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浩宇30岁啊，我30，我是属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到现在还单的肯定有什么大病，我觉得我的大病在哪儿呢，我的大病是，哎呀妈呀，就开始自我检讨了啊，后边了大反转，姑娘真实身份被揭开，背后隐藏的原因呢竟然是因为家庭，本片一为什么不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呢，这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大家伙呢喝口水，咱马上回来看，我的大病是我在家是一个小地方，特别小的一个镇，我知道，没有异性的圈子，再加上我自己工作，我的工作不是在酒吧唱歌，也不是歌手，我的工作是做混音的，对，像是一些音乐文件啊，进行后期处理啊，是这样的一个活，然后有很多人去找我，然后把一些发了一些干声啊，我去给他做一下啊，太忙也没时间出去。我上了节目之后是有很多人认识我知道我了，但是我说的心里话，就我穿得再帅，我走在我们那个镇上，哪怕有再多女孩的话都不会跟我主动打一声招呼，我也不会跟他们说一句话的，现实其实就是这样，你会有同样的感觉吗？对，我工作非常忙，我真的要强调一下，就非常忙，就每天早上早八晚五的班，然后就是回家累得跟死狗一样，我只想睡觉洗澡打会儿游戏睡觉，就这样很简单的生活，对，我也是忙完之后我就想洗个澡躺着刷会儿段子或者来干点什么，你们俩在一起还真得考虑一下，你们忙得没有时间谈恋爱呀，是不是，我教他我那个活呗，他跟我学，我俩一起干吧，这样不就是我干一半你干一半，行，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声乐，然后我会弹钢琴，但是我昨天晚上跟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去玩剧本杀把嗓子喊哑了，我原来想跟燕子姐说我们俩唱个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声线状态可能是有一点够呛，赵发喜有机会多的是呢，可以唱一首试一试啊，嗓子可以吗？可以吗？那唱两句吧，你行吗？我都可以，看你喜欢那个 R&B 的
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你是我心来的一首歌，瞬间开出花一朵，酿在我心来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好好好啊，我们接下来来看姑娘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我说过我找男朋友一定要能接受我的缺点，所以现在在场还为我亮灯的小伙伴，我又为你们点赞哦，也希望你们能接受更真实的我，更真实的我。我的确是很宅，但是不是不务正业，我的确是在绿灯厂上班，只不过呢我是给自己打工。我们家是做路灯亮化工程的，我爸妈跟路灯打交道20多年才攒下来这份家业。现在家里有2栋办公楼，手下有100多个员工和6个生产车间。也许是树大招风的原因，在5-6年前我父亲呢遭到了我们公司最信任的人背叛，然后他的身体就不太好了，之后呢他就把公司交给了我。因为我是一个女生，年龄还小，对很多事儿都不太懂，所以很多人都不服我。我要求他们清理一下废物料呢，然后就当没看见，气得我呢，我就自己动手干。说我能力不行呢，我就做业绩给他们看。早上5点起床上班，晚上10点下班，靠自己的努力拿下1000万的订单，让大家心服口服。这电话号是我微信号，哥，你待会儿要能找到合同的话，你就把合同发给我看看。我说了，不管你3年还是5年都没过质保，你去年才定的，所以说那个有售后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啊。经过这5-6年的锻炼呢，我也在生意场上算是一个智商和情商双高的小人精，所以你想糊弄我的话呢，不太可能哟。但是我在生活和感情里面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大反转了啊！第一个短片是在路灯厂工作，第二个短片是路灯厂是他的哈，真是路灯厂的老板了。好，我来看看这边一号盛奇。我想问一下美女，就是短片一为什么不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就是自己家里啥条件，为什么非得播放到短片二啊？后边打着王浩宇首次溜灯表白，就因为这地域问题，俩人出现了分歧啊。你说必须得沈阳吗？我真的离不开我的公司。广告很短，马上回来看啊。好，我来看看这边一号盛奇。我想问一下美女，就是短片一为什么不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就是自己家里啥条件，为什么非得播放到短片二啊？因为我是真的挺怕男孩冲我条件来的。哦，就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反感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之前可能也有过，对，嗯，对。其实我觉得在场所有的小伙伴，25以上的所有人，他不是在选择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只是想找爱情。那么想找适合的人，我觉得谁身边都不缺适合结婚的人。那过日子嘛，相互让一点都能过下去。那过成什么样，对吧，燕子姐？那就看两个人有没有爱情。其实我特别羡慕我父母的爱情，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就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所以无论他们这我今年32，他们这33年怎么吵怎么闹，无论怎么吵怎么闹，他们两个人一旦想起他们当年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都不会选择离婚或分手，所以我的家庭很幸福。所以实际上你是希望大家首先在第一个短片当中先接受你的缺点。对，如果他在第一个短片当中缺点都能接受，那么第二个短片我告诉大家我真实的身份。对对，你觉得这个女孩来这儿，其实他不会考虑对方身上的任何一个条件，他只是想找一个相互喜欢的爱情。8号浩宇，我在跟女生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没谈过多少次恋爱，就谈的过程都是我在为别人付出，那有一阵儿把娶媳妇钱都花。哦，我是付出型人格，所以说，哎呀。一年难尽，懂了。好，还有要说的吗？然后再就是我长春的，不是我通吉林通化的，他地儿都说错了。你说必须得沈阳吗？我真的离不开我的公司。那我就是如果这么说，我去沈阳行吗？可以啊。哦。现在看到场上8号浩宇的灯亮着，来吧，来，掌声有请8号浩宇，有请。全程热烈！加油！加油！东北爷们就是棒，要么有梦，要么有样，心中宽广，豪气万丈。来，姑娘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想问什么？就是我讨厌男女关系混乱的状态的男生，就只要这个问题让我放心，你有一点事业心，对父母孝顺就 OK 了，其他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男女不混乱就可以。我可以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所有的女生全都删个干净，谁也不留。我原来想跟燕子姐说我们俩唱的歌，交叉集有机会多的是。我讨厌男女关系混乱的状态的男生。我可以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所有的女生全都删得干净，